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愉快日常。今天我要换新的工作室，熬了一年半哦，终于要换新工作室了。我新工作室在那边，客厅，结果东西都还没搬过去。那现在呢？就是要把贵重物品，像是钱，什么有的没的，先把它搬过去那边，然后再来搬其他的。然后这个我还是会搬啦、不是，我还是会拍啦，就是，因为有很多碎零件嘛，有时候找不到零件，所以就这个可能就，这可能就。就是，对，乐高 LEGO 的专区。啊，这个是送给我的公关品，这是去年去台中送的公关品。那我就是要把这三样东西先摆到我的新工作室，等一下呢再来这里布置其他的。那这里就是我的新工作室。然后这里这个放在这边，这个钱呢就放在这边。为什么要换工作室呢？原因是因为那个是我的工作区，就是那个书房工作区加上主乐高区。然后我有两种原因，第一个那里已经变一个小小的教室，然后第二个在这里想打电动就打电动，这就满足自己的愿望，好不好？满足自己的愿望，有没有 PS4 在这里？不要花我钱。然后还有去年我们做的已经吃完了，那个巧克力屋是可以直接吃的。那这个呢是因为我没办法再拿去书房啊，整台电视包含这个不可能拿去书房。你没介绍它是干嘛的？不可能拿去书房。哦，这个是一个手机架，用拖鞋改的。对，用拖鞋改的，就是我们家皮卡丘的拖鞋只有一只嘛，但是皮卡丘我觉得很可爱，结果就只剩一只，就弄了一个手，结果就可以放手机，就弄了一个手机架在那边，但是那个手机架很矮呀，那再去搬其他东西吧。好，等搬完后再回来。好，拜拜。